大家好，我这两盆沙漠玫瑰呢，今年第二次开花，枝头上呢都挂满了花苞，非常健壮，而且呢这个花苞已经开始转色了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如何给沙漠玫瑰催花，让它开花比第一次还要多。当沙漠玫瑰的花朵全部掉完之后，我们马上用真根蘸花型的植物营养液一兑一千毫升的水，然后呢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然后呢每隔20天给土壤浇透。真根蘸花型的营养液呢含有丰富的磷钾肥和中微量元素，能促进沙漠玫瑰快速的花芽分化。当沙漠玫瑰的花苞露出了花色，我们就停止施肥，这时候呢给它充足的光照就行了。真根蘸花型的营养液同时能促进沙漠玫瑰的根系发达，提高光合作用。这样操作呢，沙漠玫瑰第二次开花比第一次还要多。好了，喜欢沙漠玫瑰的花友们，沙漠玫瑰的花期从5月份一直到10月份，可以反复开花。我们开完花之后呢，通过这个方法让它二次开花更多。好，再见。